全人類はチャクラを兵器として使い続けた。罰を受けるのだ。风靡全球的《火影忍者》是许多小学生心中的偶像。随着漫画完结，电影剧场版也顺利上映。秀县政府打造台湾漫画梦工厂，特地邀请峨眉、复兴两所偏乡国小学童近百人看电影。动漫让他们能更加的能够深入啊，所以在学习中、成长中，在老师的教学之中，各方面都有非常正面的一种提升，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针对日本动漫、各世界的动漫。现在也跟台湾的漫画家也在谈文创合作的方式。号牌十七号，能与朋友一起看电影，孩子们兴奋的表情全写在脸上，拿着县府所赠的甜点餐盒，收下这份温馨祝福，依序进场。而真人版的鸣人与自来也更到场与小朋友互动。什么电影？后面有没有人？谁知道啊？第一次来那个看《火影忍者》的电影，所以就带这个头巾。小樱，因为小樱很可爱，我从小就喜欢。规划内湾一线九亿台湾首座动漫主题公园，以《火影忍者》为主题的水月湾仙境将与游客见面，欢迎大小朋友一同来到内湾体验动漫文化魅力。